新編白色太極拳是以洋式太極拳做主體的，原來是八個太極動作組成，它所佔用的地方比較小，可以原地進行。玩太極玩到原地進行呢，就真的控制得很好了。今次他們為了籌款演出和配合這五分鐘的時間和音樂呢，做了一些重複的動作，使到這個太極拳呢能夠舒展暢順，連綿不斷，觀賞之後呢都不會覺得沉悶的。I'm not sure.